据韩媒报道 ，BLOCKB 成员李泰毅今日在个人 SNS 公开亲笔信宣布入伍。真的时隔好久再次写信，虽然有些突然，但是我要去军队了，就以亲笔信的方式和大家告别。即使是在写亲笔信的过程中也没有实感，还笑出来了。这是一段说长也长，说短也短的时间，我会健康地完成兵役回来的。粉丝做了入伍前最后道别。另外，出于李泰毅想要安静入伍的意愿，将不公开具体时间和地点低调入伍。